说得下天下先啊！一张面积大约是2500平方米的世界上最大明信片，最近在瑞士少女峰下是正式亮相了。目的呢是在于唤起人们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。这张明信片的尺寸呢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，中心位置印有“停止全球变暖 1.5摄氏度”等字样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今年10月份初是通过了全球升温1.5摄氏度特别报告。报告指出说，如果气候变化以目前的速度持续下去，预计全球气温在2030年至2052年间就会比工业化之前水平是升高1.5摄氏度，严重威胁全球生态系统的安全。再说到这一张巨幅的明信片，是来自于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儿童和青少年制作的1.2万多张小卡片拼成的啊。这些卡片呢，用文字或者是图画表达了孩子们对于减缓全球变暖、应对气候变化的期望。瑞士发展合作署的负责人托马斯·加斯表示，这张明信片是孩子们给成年人上的一课。他向全世界的领导人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：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，不仅需要承诺，更需要立即采取切实的行动，否则现在和未来的数代人都将长期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。